是这个事情从哪一天开始这样有一个冲突的？星期好像是游行那天，应该是昨天开始，昨天就开始了，昨天刚开始游行，就是昨天开始。就今天是第二天。对啊，我们放了几次网，没人放。哇！你看那个烟快看。那就是那个手榴弹啊。我看不清楚，不动了。抓得好，这个就是。小伙子，看我的视频，清楚，抓到了人吗？抓好多个啊，还有几个。抓了以后怎么办？这就打嘞，怎么办？你看，那不是在那里打。他这种抓法。拉到人，那行人都有时候碰小通过都。天哪，都是碰巧，刚刚那个说他朋友经过就给被打死，真的抓到了。你看，那个车在那里不？肯定那边肯定打伤了。救护车。打了又送医院来的。哇！天哪！
被砸伤了，下边的。赶快去打群众了，他们的，你看他们用的催泪弹，吃的饭，穿的衣服，哪样都是我们，哪样不是我们给的？就那三个民众，抓了这些来钱，这样就行。我到右边。哎，你看下面，下面。换班，你怎么又换班了？这边拆弹还是在丢，好烦。